留到参这了五国功德，终留到参起那文武严德，刀下乾隆，自从寡人登基来，惜得公要与臣，国他民安，刀枪石库瓦工青山，不得寡人一朝自红不几天。是啊，臣是将人当官好。今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何不寡人往江南一游？就是这个旨意，内侍人。寡人心想往江南一游，内外是去到后宫禀明太后。内侍人。一寡速速进去给问他应，应人一早登城报驾。啊，娘子，贵人你来看，今日里天气晴和，为丈夫要上山看桥渡人。娘子，为丈夫要上山去与我看到事来。贵人岂不是苦死你了？娘子，贵人稍等。对呀，自从与娘子成婚以来，夫妻恩爱，多亏娘子严守为国，每日里上山看桥为生，真是苦了娘子了。寡人，为此已经准备好了。啊，娘子，为丈夫要上山看桥，你一生在家保重身体。寡人，望你早点回来。常言道，夫人是少命尽惜，谁管他人我上山，为此在家等你。好，娘子保重，为丈夫上。醉了，这位清兵啊，大爷，没这里大山可叫不光阴。你回来，愿官人平安无事，上为门李王公。
提醒有这开花王子金花灯开了是别心来到要下雨了，后大地无对呀，清明啊，你来看我们天下清明大雨，财人门外都有不便，我是进来到我家，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哟，好大的雨啊，老爸请坐，请坐，老爸，我看你身上衣衫都湿透了，倒不是你太想大意，带我替你前去哄我啊！是主人好，带我脱下袜衣。老爸，请坐。不管这王子虽不虚荣，倒是有些情呀。来到这木人家，正是家事很平常。老爸。快快穿上衣裳，多谢了，不要客气。老爸，请用茶。好，好好好。老爸，我家家道清贫，你随了风儿，这是一碗姜汤。姜汤，还想吃苦的呢，那孙子。好不好？好一个姜汤，我就把它饮下。
难道你腹中疼痛不成吗？不不不，怎么去了我？我倒有点寂寞了。腹中寂寞了？哎呀，我家家道凄凉，这是不是好呢？今日是把你杀，举起举来。中计我，这里还有七只蛋，就让你控制。谁来着？让我控制？是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什么名堂啊？这就叫做我王台。哎，我家家到清平那里来的凤凰台呀。不是是凤凰台嘛，就是凤凰台。只是多谢老爸。不必谢的。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上去好似大家闺秀。但若是他家中有几个人故事，我倒要问他一问。啊，小人，老爸，我倒有言动恨。不知你家中有几个人故事？老爸呀，慢慢讲啊。Cheese
老爸今日以来光荣去世，只有夫妻两个，不错。我今日再次与你门相逢，我有幸想与你制作名伶之语，不知意下如何？老爸，你乃是富贵人家，我乃是贫穷人家，只好告攀你。哪里哪里，有道有缘千里来相会，今日相见也是一种缘分，不免过来言交一声。老爸不厌其为我，自此对对在上，求女儿一礼。这是人，好吃来吃来。爹爹爹好人儿，来跟你我名字相逢，理解无人相处。哎呀，我今日来个匆忙，没有拿什么东西，我这里有四个包打搭在身上，就当作是见面之礼。既然你我今朝妇女相称，理应该在女儿家中逗留几天。不忙不忙，来日方长，为母亲再回来看你。哎，何妨我接过人出门而去，没有回来，理应该见上一面啊。哎，不必担心，万载后年龄可以见得，有的是时间。只是女儿不过将来弟弟。好了，我们要走了。哎呀，哎呀，女儿，弟弟，你我现在无女相称，从今之后，你只有大吉大来，起来行走为母、哎。弟弟，话已讲定，告辞了。送弟弟，委屈了。难道我家上有他那领头去寻找为他？我还不知道弟弟他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到哪里去找？哎呀，弟弟，弟弟转来，弟弟请坐啊！哎，你刚叫为父，难道有什么事吗？对呀，我与你记着名令相称，弟弟难道我家有他那领头？前来寻找为你，女儿我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叫何名姓？哦呀呀呀，我真是糊涂了。你我记着名字，还没有告诉你为我的家住。对呀，好，那日后就到金东的家，为我名叫金德真吉。啊，就记下了，记住就好。外母要走了，送弟弟，不送也罢，弟弟最好。好，兄弟请了，兄长请了，兄弟两人心中外美，何不得都得往别急去，有三万岁不知心意是何。兄长言之有理，大哥之上言问一番，是此人好，终将定。对，给我听。对，马。哎。钓鱼，哎呀，兄长，我这个鱼啊是买来看，这是什么鱼？你可有见过？啊，这鱼是什么鱼？我也没有见过。哎，拿着。啊，
你这是什么云哪来的快？哎呀，两位公子，你们不知道这个就是我女儿、啊、这个女儿、啊、呢是西汉之道罗罗罗很厉害，很少很少，就是成都娃娃鱼嘞。哦，成都娃娃鱼啊，那来快一下，无量灵芝你就拿下吧啊。哟、啊、哦，小弟啊，这成都娃娃鱼我们兄弟两人单位家去养在鱼缸，做一个巴士。嗯，兄弟言之有理，你给哪位家去？你可要拿下我的这块银子？五两银子？什么？要五两银子？你可是叫我们兄弟两人是后人？老道接不进，马龙马夫。拿着，你将这鱼送给我们做吧。哎呀，两位国舅爷，老汉有言不识他山，不知二位是国舅爷。罗罗罗，你可知道我们五子两孙每日靠当鱼捕食，好不容易当下了这个成都娃娃鱼，还望公子高抬贵手，赏我银子让老汉回去捕食。要知晓，万一我们国舅两孙到此一问，有马鱼在都要送我回去。今天你在成都娃娃鱼，国舅爷宽着了，叫你送给我，还是你的福气。国舅爷，你不马就算了，送还是不送？你们同道不去，难道要不去老汉的成都娃娃鱼？难道还有王法吗？什么王法？批法？就是我俩过去的做法，来，你我们再唱歌，放，我的神奇娃娃鱼，我的神奇娃娃鱼，有这等草堂，此事为何不免令我才在此地困过命盘？来了！一号不行，有人当日去路啊！啊！对，我过来的小子。大队就快来求顾子月的去路长，两官当头，哪一个不好追，哪一个不好迎？嘿，过去的大事上天大道，东西罢了，要是不是我要你有命不保。长，我倒是的，原来是两位顾求，不行，我来问你。我听庞飞大人，他即使上有谁马玉老弟是被你过去我们当时的本过去也休但是当时一个人，哪怕是死了这个人，你想把我怎么样？光天化日之下开采光阴，一道是路不平有人称死不平有本官，难道你要与本官进谏？说对，难道我怕你不成吗？好，看你有多大本领！来，来，你们拿下！嘿，
就成桥，想少年本就是宝子用草，只因识得进士上京官考得走人命，想万岁进士官复如是，只因我直言直就冒犯圣言，将我江在光德九位七品元令，自从下官高人以来，都是身在良民二代，事业不在话下。想起光德九出了毛家妇女，万岁定是封为桃园市公，曾经以国舅毛龙毛虎将十七人日日不幸，想不幸是叫苦连天冤生在堂，下官梦为光德九无目官，思想起万民奏折，真叫人好生久长哦。
命唐子为击鼓他人董下靠命唐子为正是下跪问你问我什么你本一介草民又如把百万圣旨在王大将上你当时了当今国贼猛龙现在光荡之上一宿的又以威严参查内面两方大义且慢来来他会用兵啊将呀大街上求来当时一条命是草民到当不平原子人愿我他在在远环境你句句是真，草民句句是真。来呀，就他这个话呀。快呀！唐司令，大人，你接了下官有知的不得，此命草民有罪难以得的，是你一口子担大的。其他人滚空困难下官儿的当下官方自为英勇攻下也是给要道道非凡，只见他一脸正直，不像英雄识人之相。想我看此事乃朝廷有隐情，叫三百六呀，将庄追上手暂且下楼。已经造定，你应该不将他定罪。不行，那从正当前可以归因到，是你兄弟两人长失其人，王道高上无恶不作，日用相命，向他尽了心志不平，上前两言劝慰，你兄弟不听，可以归相罪，
就是十兄壮士的，今日此事下官的人查明真相，真可无端两名杨生佩，你身为王德金，为何立命圣权？你竟然不为我兄长圣权刀起罢了，我要将他斩而相送，难道你想有心包庇不仁？呸！你心上女仆董吉国长，心上的妹西宫娘娘，竟是令我牙当生效，这不是你，却用你这次报血风动，三杯了呀！恨心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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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哦，毛骨藏刀。下官今日里心惊一跳，心神不定，想不到今天毛公来到了官的军粮。这人他来到此地，应当是为高军中一十人，打开正门有请。进来光不久以后回归，老夫不问你，你到本位去，老夫来了不问你，问我何来？心生吉祥，草民草之儿，草之不用，可有将他迎财？这个不瞒不容俗言，像那草民草之儿，大家争抢宝当不平事实。想不久也不听良言劝慰，那毛夫不久出杀毛龙兄长时，下官尊上帝命要杀退。他真逞强，你真是一派无心，明明长子文才，他岗子上无恶不作，是我儿跑当不平，想不到将我儿子当时一旁不将他的人来到包庇去，他不下官真官了你不官，今日老夫亲自到此要孙他一趟。这个这是国家要孙立指挥，下官此言不用，继存此下去。是与老夫参拜圣恩堂，不仅跑当不平，你本该杀死了公主，在公堂之上
君，分明他自杀凶手。他单挑明，不当不当，来呀、啊！将他当当捆当死了，且慢。从此命内外文修这两名现今在下关东前都是开工的招，看来内有隐情，望请大人秉公执法。堂下的话是谁？下官人敲蔡敲，你胆量不小，老夫残疾大同，身为万岁，你不给上卿请来助来，老夫生不下上你的身，不过上你的身，不过了你不过我下去。是没有当堂捆当死啊，大概自问早死不早，越王真是难找。你万岁越王三贼不再去做外上低老不认，哎呀，当堂家了死，嘿，你们大人啊，想从这一乡爱美生之王官姓法。相国求爷，在这广德酒内是名声在道，冤声连天。此事望请国堂大驾，生死合一。杨大坤，他本从罪，你身不良知，请来助理，你胆量不小，老夫生不下上你来生，不过上你来生，不过要你不过一我，这是用脚量死，哎呀，李公，哎呦。用狼狈被分他心了，
要我早上亡故，你真是不是做梦？只要不懂你身法良知，难以早上亡故。难道老夫跑了不成中央问？劝他君子来也。你生的此事，朝别人归一片大怨。向那总司令，这不是江洋大盗，而不是朝廷宠妃。你将他生出了位，难道要被当贼官不成？要杀！呸！他本身巧，你身犯良知，起来阻拦老夫了。不许他出去，将他轰出公堂。那老子毛公本是毛龙毛虎之父，他是要将你三秋六位我会打死打劫。你不找瓦工也是一死，找了瓦工有可能给保存性命。今日你听下官相劝，再把瓦工找上，谁买卖这种房子你？牛来大人也是为我死在冤枉，真是好听他人之言，我莫不知只有早上瓦工了。是呀，君妻子你早晨做瓦工是这个道理。多谢大人。you
事不当。给官，我乱糟了。跑你不走，抓！一把。花工得上花呀，娘子，好好当子兵啊！唐氏之威，今日里招上花工，悟空你性命不保了，将他通下去当贼。不能不睡，你不必害怕。来来
大妹，我来问你，问我嘞？姓陈那边是两文银，那只是两银子。那你弟弟之月不生了？我弟弟年纪大了，死了么就算了呀。下回要问你。问我什么？有道是结果，当鸡养子，当老那无糟，死完那么无尽，你死吧。好一个无尽之道，向你父亲心碎你们也是一条人命，忙碌忙乎将你父亲骂得阵亡，死不能走，难道死在这两个人？你这个不孝的子子孙，不要银子，我不要银子，我不要银子，我要生我吧。要打呸！他当小娃娃，真是金鸡破却却完就了。将他冲下去打一打。不让金少府一领生了两季儿子，生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朝之文下在内的时候，吴根生在长思同江要他性命来还，话不都将情之告诉宗爷我们要不对吗？进进上进了深渊，几日江湖观测空道，如今我滴滴泪了，江上只问一直死了，你看你们有何无苦讲？此话是你所讲，是我所讲。今次你来到此地，我看你是吹不得了啊！拿下！就是不
不许安息之愧，咱抢方上瓦工，我弟弟妹妹听着为了救我。远走，怕你不走。将这个鬼贼当在死囚牢，走你。毛老毛夫与你相命，今日的毛夫乐观之心，今日的将瓦工重伤，倒不得下官的去三思通降。衙院听，又想每道送到营部，倒不得幸福。好，你监牢之中可有上之文此人？哦，上之文啊，有个有个。他本是我家官人，为了小姑让我进去夫妻一位。哦，侬想为啊？干好我。小姑，这是什么？啊？啥个东西不晓得？那老头钉子们老头的美文东西呀、啊？小姑，坐坐坐坐坐坐。像我家道贫困，实在没有人了，你就可怜可怜，让我进去夫妻一位。这要死夸的，也是一个穷人家，一眼不高的，多光呀，还是多挖口些。再双手头发进来的，哎呦，可美的！哎呦，孙子孙子，侬可没不要哭嘞，咱们抱起来，我把侬进来啊。多谢小姑。那。官人，不要干你那个，如果我得了，要晓得我要吃屁股的啊！不要吵，我不能挨打出来。好不把这冤枉。金子大哥，好的好的，那屋里想有个老人是吧？啊，怎么买到我娘子来了？啊，今朝子来的，把那两个人小房的香味。是多谢大哥，娘子贵人，娘子贵人，你在哪里？贵人，你在哪里？
你好端端并为妻上三颗酒，你和姑下再见了，这是为的什么？娘子，是你那时为丈夫被你出门苦酒，想不到在半路之上，这飞来亡我。娘子，可怜我为丈夫生死一望，难解千日了。娘子，今日里为丈夫生死一望，下在老祖，你我都是平民之人，何时为我为丈夫生？官人，你这道具却越下得紧了，不知后攻下了，你要进入十个名吧。娘子，为丈夫不是，你哪里会知道？给乖，太了。
花丁你，你为什么把我的言语忘怪啊？我家里高人自少门
弟曾送为我，老夫一到我家与大门人头到京都第一家寻找为他。至今我家官人去穿越下在街中，只有性命难保，我还是到京都找寻弟弟去吧。害我官人去穿越下在其中。
我想起了那一个弟弟临别对我说过，与他那冷女到京都寻找为他，如今官人却要性命不保，我还是荡起精神往京城寻找弟弟去吧。
呀呀催。麻烦小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谁的有你倒也罢了，谁的无理气看鸟女。娘娘用兵人造人弟弟，你家弟弟叫什么名字？金都的一家名叫金不正直。金都的一家金不正直吗？哎呀，出去！金都的一家就是我家父王万岁，怎么是他的侄子吗？小女子，既然你来找金都的一家，有什么东西为凭呢？四路大为证。四路大，可大在身旁。原大在身上。是，让四路宝大上一家亲自看不明白。娘娘，你看了四路大，要替我伸冤。得一家看嘞。大乃是我父王心爱之物，怎么是他的手中？他要退！大胆小女子，你抬起头来，可曾赐予我？娘娘不是，我不知道。你道我非是哪个？我就是马方之子马龙，马夫之妹马之子。好、啊，死去吧！但小女子来到此地，来呀，要将她放在一牢，从容了吧。万岁驾到！啊，来呀，要将她放在小王之中。要。往外送你了，姐姐。爱妃，你不在朝中了，你不家大事，到哀家工作何事？哎呀，爱妃，寡人不是问婢，特来恭拜望爱妃。有劳父王万岁了。爱妃，今日寡人来到为公，倒不是陪寡人饮酒之杯。这个嘛。既然父王万岁要迎接，朕岂大的奉陪？此次爱妃
请万岁请九宫为何有神叫冤呐？不是吗？哎呀，父皇万岁！宫中有一位死女，我全家之后，全家做马蹄疾，我叫他过来就行了。哦，原来是此，这是此。哎，他叫马，我们万岁迎亲。请金贝林和马之举为我三百两子交物。哎呀，父皇万岁，不要理他，我们还是饮酒要紧。哎，他深深叫冤，我便叫他出来上寡人一问。父皇万岁，这个小小侍女算得了什么呢？爱妃，这是小小公务，尽管得罪爱妃，寡人要替你消消气啊！这个嘛，快去叫他上来，待寡人替我爱妃消气。来，夫人，哎，将小女子押上来。是。君万岁！小小公务担当奉天，尽管得罪我的爱妃，被他什么之举深深教冤，算是后道理。万岁，我不是公务才女，我乃是远方来的。啊，那你是何人？我本是陈玉英，为我父君上之文献来陈告。啊，你是陈玉英，快快抬起头来，有罪不管抬头，带他抬头，请万岁容我免刀。父君生冤，你的父君怎么了？俺子恩冒龙冒虎，长势欺人，大哥之上，强抢女儿，害死人命，我父暴动不平，他兄弟俩互相残杀身亡，害我母不忍下泪，老中重用，爹爹替我做主。女儿，难道是真的？是，句句是真。爱妃，爱妃，爱妃，你也不要生气了。寡人还没有问清这件事呢。你呀，他是什么人？尽管叫你指指的。哎呀，你的，我的爱妃。他乃是淑女之妻，那是我有闻将论，即把的名伶之女，名叫陈玉英。哎呀，父王，下面乃是一国之子，谁要这种乡下的女子？向你身为三宫六院之尊，怎能讲出此话？嗯啊
哎呀女儿，弟弟大夫领命之事，为我教育你思路报答，你是有大难，叫你上京寻父，却为何忘完了？弟弟，女儿思路报答在圣大嘞，被他骗去了。啊！爱妃，父王，你怎么将王爷的思路报答也骗来了？父王。这个四楼宝塔乃是父王心爱之物，怎能好送给他呢？你呀你呀，这话就差了，只是知足命理是我给他的见面礼呀。不巧不意。快拿来。怎么会来？东西，哎呀，皇儿，你说说我你的父家的老总是温出的，对呀，你切实放心，一切与为母所知。哎，快去进宫，我为为母逃离。他在宫中哎，等我好哭，我不想去接他。这就不得了，他来一趟，你来一笑，你该去接他，快去。切实放心，你还是进去快快用各句话给我一声，为我替你做事，给我开支一道救财你的夫郎。多谢爹爹。有功不必久礼，给我速速转过今天开支救他。不当金丹门人，有七颗金银砖头卷，五千五卷好不分享，好分享。哪门有礼，有七颗金银砖头卷，只在一道红门下去。哦，老夫不常金丹门人，不知何人也不常自上。嗯，我逃是谁？想不到是陈桥，真是侠骨！你到法场之内，尽在万岁，尽在哪一个万岁？东京国舅妈，啊！不查身外何在？像那毛虎藏尸之人，马在张后也将身亡，故而放来法场问罪。一方向他的是官家之意，那位他格子上黑死人的，你明白无误将会放到法场前在我的问你，为我什么？可以往上升职，没有？可以往上四强，阿妹真有进步相闻。帮到不得其贼，要去上四强门，岂不是我儿性命来帮这些老夫做主？事到如今无计挽回，何不待我陈桥跟前好言几句？啊，陈桥大人，既准你将我儿帮到不得其贼，快在老夫之命，待我上前去为上一位。哦。国丈要为不得，只是此去有你一位。爹爹快救救我啊！
你在五千人前从人的江上，那是你在塔岗之上，是不是你将马玉老太马太女将自杀兄弟？是何家？弟弟点点不差。你他等出生，你还是了别家之人，刀枪罢了，你反而杀死了自家的兄弟。弟弟多挂嫂子了，与我交锋，我曾修十四兄长原始之责，至今帮扶发长，现在兄长有事，难道毛家有结怨不仁？这事到如今无情方法，连妻子帮谁，一切之事情老夫担当。多谢弟弟。啊，陈大人，起滚起滚。哦，陈大人，你我乃是同朝为官之人，常言道是门上不门下，门官不门私，亏在老夫面上少五儿性命。是吧？是你国丈所讲，是老夫所讲。好一个门上不门下，门官不门私啊！国丈大人，下官恳请国丈大驾，向那朝廷中尊圣贤不发之愿，你也门上不门下，门官不门私，伤他性命。难嘞，你此话差矣。常之为他乃是无名小卒，这是了当今国君理所要在，我乃是当今国君，快在老夫面上杀无儿无罪。你和毛夫也是一条命，曹明忠自然也是一条命，后方下官有将不为，今日里我快要宰毛夫。老夫要宰常之为杀毛夫，宰毛夫杀忠之为，宰常之为杀毛夫，宰毛夫杀忠之为，宰常之为宰毛。皇上身子到来，我儿就记住了。大侠，哦，这是这是马人。臣求之子，哎，哥，你别，万岁！今朝寡人撤职一道，将毛夫立刻捆罪，将上之位立刻封信，上的金匾由万岁亲自拨落，谁知的吗？亲自下恩。对吧？好，百万军来，将将军五马八位进去，将毛夫求你斩。请夸夸平生啦，谢万岁，毛姑丈，
少爷万岁！欢迎为国泰民安，万民安乐。想不到你亡亲不弃，日上卷世，世人不信，你该当侯臣，本当将你顶罪。念你二日是死者之亡，与我平生安。谢万岁！哎，臣爱卿万官亲临，寡人龙心大师过来听风。臣受封，寡人奉你连升三级，谢龙恩。不知上之门可有大上进来？臣将军马已带位进来，身在门后之，那就好。替寡人传旨下去，长子文官大上庭。臣领旨，立等。传旨是军马长子文官大上庭。啊，领马子。子文接圣旨。上天接亲的子，哎，这个父王万岁，平生平生啊，谢万岁。王儿，你来看谁来了？贵人娘子，贵人，他是母亲父王快去见过他了。这个父王万岁，快快平身平身来。果然生得一表人才，难得你们夫妻同眷，长子们过来听风。才谁风，寡人封你为驸马之子，快快进登侍从。谢万岁。